欢迎来到青年报吉记事。咁今集咧，主要就系讲一讲电单车经。今次讲咩咧？就讲尾箱。咁事缘有一次咧，我揸车途中咧，忽然之间有个人嗌停我，然后问我咧：你个尾箱喺边度安装噶？吓，咁我揸紧车途中就唔详细解释啦。后来先发现咧，喺布吉咧系几难去解决呢个安装尾箱嘅问题。点解咁讲呢？因为佢唔似香港咧有好完善嘅电单车物品店去售卖尾箱，亦都唔会有一个完善嘅一条龙服务咧去安装呢个尾箱架。於是乎咧，喺布吉就好头痕呢样嘢嘅。咁我嘅尾箱咧，其实就喺 marketplace 二手买翻嚟嘅。咁其实就算买新嘅咧，我谂最方便嘅方法就喺 Lazada 买嘅。咁当然啦，同淘宝一样啦，你先要懂得睇清楚个 size 啦。因为我听闻都有啲人系揿错咗 size。好，咁个箱嚟到啦，个车又喺度啦。咁中间要绑埋呢两件嘢咧，就需要一个尾箱架。咁呢度嘅尾箱架咧，系冇零售店去俾你选购嘅。唯一方法咧，要做呢个动作就系抬住呢个尾箱，揸住电单车，逐间车房问。咁我都问咗差唔多六至七间车房，先至有一间肯做。咁佢就度咗个 size， 落订金，跟住佢帮我订一个尾架翻嚟，就帮我安装。跟住就隔两日咧，就去攞车啦。所以其他唔接生意嘅咧，系因为佢唔想代订，或者沟通唔到，唔想同鬼佬，即系唔想用英文沟通，又出现错误啦。咁所以难揾车房帮你安装嘅原因系因为唔想代订嘅啫。咁所以慢慢行啦，揾到一间肯帮你代订就已经成功噶啦。好，今次分享完呢个尾架，下次谂到题目再讲。